无论是谁僭越，朕都不计较了。喝多了酒，失了心智。管家。 还有什么？这都是管阁学士，平日以文才气节自负，却在酒楼招来两个歌妓，唱淫词，跳艳舞，混作席中，眉来眼去，不堪入目。须知这其中，江秀富、周延俊等。 无惭未除，王懿荣作诗，醉卧北极，前地府，周公孔子，屈为奴，众人讥诮狂笑啊！荒唐！昨日聚餐之人，都是管阁学士，百姓心中的国潮斯文，结果拥进饮乐，狂妄放浪。 这唱出的词中，都将君王、先师做了可供差遣的奴仆，这哪还有半点为人子、为人师、为孔门弟子的样子？简直，简直是大逆之相！管家，此诗确实荒谬，此人一贯轻狂，当受重罚。然而年少之人，恃才傲物。 酒后狂悖之言，称之为大逆，却委实过于危言耸听。国朝如今四海升平，百姓乐业，何来大逆？管家，御史中丞王拱辰于殿外跪求觐见陛下。王拱辰称，对昨夜进奏殿学士侠妓、忤逆、僭越一案。 另有重要证据上呈陛下。官家明鉴，苏顺清、王懿柔等人并不止混乱礼法、狂悖妄言，而是以用公款吃喝招妓。苏顺清身为禁奏院主官，此举乃监守自盗之举，按律当斩。 官家，据臣所知，禁奏院因往来书信奏章抵报，用旨甚巨。历任主官在处理羁押旧职时，也都是卖于商贩，所得钱财除四神之外，若有富裕，便是同僚们聚会的酒肉之资。苏顺清，并非首创之人，可算循例。哼，那贪赃乱政之事，一古已有之。 历朝历代历年都有，哪个剧团不是首创之人？依你所言，那也是循例。是否查到贪赃之臣，便都可以依据循旧例而已不了了之，不查不办，默认包容。官家，贪赃古已有之，冗官便更是历代皆有。范仲淹、欧阳修、韩琦等人，以革新为名。 严苛追逼，锱铢必较，使得多少官员奔走嚎哭，搅得朝野鸡飞狗跳。苏顺清、王懿柔坦然以公款吃喝招妓，却愤然指斥朝政，是为范仲淹复辟不平？臣虽不才，却也自小勤苦读圣贤书，是官家钦点的状元。此刻是真不明白，朗朗乾坤，天理何在了？ 不过日常议论正事而已，还没到了涉及的紧要关头。起来说话吧。这王懿柔是范仲淹举荐为集贤殿。 教里的吧。当年水落城之争，他曾上书议论，其文
极为偏袒尹珠，诋毁边将刘护，称其抗命，该杀的是他吧？不知此人算不算是欧阳修在邸报上撰文议论所称的君子之党呢？你给你备好干，你自挑耳。谢管家赐耳。你明日出京？是。烟花三月下扬州，请要徐行。臣不敢。心有怨愤，无心赏景。独执贬黜，无言赏景。该你办的差事办完了，没算建功立业，却也中规中矩。谁说你渎职了？只不过是虽有办事之才，尚不具宰执之能而已。臣蒙圣恩，与范仲淹同主政事两年，虽战战兢兢，却也有不少疏漏。回望过去，臣急躁偏颇，却非宰执之才。臣去职离京，心中绝无怨愤。但是，臣有两点，不能不反言上奏。为速申亲求情，为新政喊冤。愚蠢至极啊。宫里和皇城司已经追查四朝宫女近一年，没想到竟然藏在这里。这怎么会这样？小哑巴是干娘从集市上捡回，你们也不追问他来历身世，就收留他了。他是个哑巴，又并不识字，这也是他装哑巴的原因了。我记找来了，你若是原原本本跟我说实话，若真有情有可原之处，我自会替你澄清。或者，我直接将你交给杨副独执处置。这个案子，本也并非是我分内之事。不，你是觉得朕罚苏顺清太重？朕以为苏顺亲王易柔不过是寻旧例，以赛神会未能用尽的卖纸钱买了酒肉，与同僚聚餐饮宴，虽是陋习，断不至判为监守自盗。至于不尊君主与圣人的狂言，只是酒后放浪，给他们扣上有谋逆心罪名的人才是用心险恶，构陷同僚，其心当诛。你既摆出这豁出一切尽正言随朕发落的姿态，
还留着更重要的另一半作甚呢？若说苏顺亲王易柔确实行为不慎，受人把柄，但是牵连至一年前因爱财而举荐王易柔的范仲淹，又追至苏顺亲的岳父杜衍，这难道不是牵强附会吗？更不用说所谓十界复辟勾连谋反，官家当真觉得十界与复辟是谋逆之人吗？历朝历代谋逆之人是要诛九族的，但是官家也没有阻止复辟外放，甚至没有彻查造谣之人。雪片般的札子用苏顺亲王易柔牵扯至范仲淹、杜衍之事，官家也不止一次。满朝臣子除了王拱辰这样与苏顺亲、欧阳修有私怨的，攻击他们便是攻击新政，诋毁他们也是为了阻止新政，官家不维护他们便是不维护新政了。是啊，新政裁撤冗官，改变治学与取材方式，减少应官，限制了一些官员的升才之路，利益受损者怨气冲天，日日等着盼着也想方设法的制造理由来叫停新政。你是在坊间朝堂流传十界复辟谋反之时才想到，还是在群臣要求严惩苏顺清、王易柔时才发觉，或者是当杜衍、范仲淹被牵连之时方才恍然大悟啊？这些臣自是早就想好，只是觉得只要新政的初衷是利国利民，无论实际执行之后的结果是否全如初衷，朕便要维护到底。只要新政的官员忠君爱民、兢兢业业，朕便要力排众议护着你们在执政位置上。所以范仲淹固执己见，不肯稍通人情，更不肯随着情势之变通改换执政之度。所以欧阳修为图一己之快，与为官清廉的王拱辰结下私怨，此后不思调和，傲然写出君子党之论。苏顺钦更是大辣辣的将罪过亲自送到了仇人手中。你们认定新政的阻碍是君子小人之争，是才子与庸人之别，所以你们不屑妥协，固执的做君子，狂放的做才子。臣没有不屑。你没有不屑，但是韩琦，你有本事让他们放下君子的清高固执先做能臣吗？臣没有。朕也没有那个本事压制住全天下的庸人小人。那日的清晰就是如此，那日我从鬼橱里拿出一个韩琴给公主擦脸，后来我就胡乱把帕子塞在怀里，我藏在空中送入她的车里几日，一直在回想公主当时的样子，嘴唇发紫，喘不上气，从那一次贾婆婆公主抱回来的时候一样，记得那次太医说是花粉所致，公主玩躲猫猫藏进的屋子确实是当时管着西医学校的内人所居。哪个内人？徐内人，徐兰亭。
不是新政不对，是人不对。政更没有对或者不对，只有适不适合大多数的人。官家当初是因冗官与贪腐之害，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，才以新人行新政，才冗制腐。官家心中有个度，到了那个度，臣等固执向前。官家虽有疑虑，却还是容臣等继续了。但是，臣等非但没能解决方方面面的怨念阻碍，反是自造了许多麻烦。才冗制腐如之速疾，譬如先皇和朕的心疾，病势凶险时，太医院冒险下猛药对症，病势缓了，却断不敢继续用到除根，怕把五脏六腑先伤透了。官家保重龙体，这些日子清简不少。你去吧，到了扬州，札子自是要擒上的。有什么新鲜物事、乡野传闻，凡是有趣的，都不妨写几页纸。朕平日虽有做不完的事，却又时常觉得无聊。等臣回来，当面讲给官家，更是有趣。臣既是懂了，自是能回来的。去吧，给你留了今年新进的小龙团，晚些时候将料子送去给你。谢官家。这是构树花粉和蓖麻籽粉，怎么能用花粉来请汉金子啊？不妥，不妥呀！啊去！啊去！我劝你啊，可别用花粉来浸贴身衣服了，这两种尤为霸道，有人闻着了，就是我这般眼泪鼻涕的，更有人咳喘不止，还有人贴了身，那就会瘙痒无比，红疹一片呢。多谢啊，您慢走。哟。这位新来的客官没有见过，哎，可以随意瞧一瞧。咱们有杭州新进的绸子。老板，这的衣服可都是熏过香的。那是。可有用花粉炮制衣料？花粉？这哪有花粉炮制衣服的呢？多谢。娘子，蓝条来伺候娘子吃药了。官家亲自升你为司事，梳头夫人，你已经不是我祥鸾阁伺候人的宫女了，以后不用伺候我了。官家不管升我做什么，都是看在娘子的份上。是谁给了奴这份荣宠，奴心里清楚。更何况官家亲自嘱咐奴照顾娘子，多陪陪娘子，官家的心思可都在娘子身上，
娘子要赶快好起来。娘子喜欢谁，谁对娘子忠心，官家就会提拔谁。那你过来吧。娘子，先把这药吃了吧。奴给娘子准备了松子枣糕，吃了药，再吃口枣糕，这嘴里的苦味就没了。这是官家亲自嘱咐给我的。官家虽然忙于国事，可心思都在娘子身上。娘子要赶快好起来，官家才能放心。你想成为娘子？这宫里的女子，谁不想成为官家的女人，为官家生儿育女呢？可是，谁又不知道，官家心里只有娘子一人。拿过来吧。那你以后便日日伺候我完善吧。怀吉，你记得国子监只讲十戒吗？臣记得，臣印象深刻。公主还曾主动找过臣，背了一篇石先生的文章。公主向来不愿意背篇幅较长的诗赋，但是石先生这一篇，公主却是从头到尾背了下来。公主还觉得不过瘾，又默写了下来。那篇《庆历圣德颂》，惠柔喜欢那篇文章，不过是因为那篇文章从题目开始便是赞颂他爹爹的。这个丫头哪里懂得文章的高下呢？也不会当真读懂文中十戒的赤子之心。臣坐太极，肘开长河，弓揽阴弦，手出坚念，大声逢逢，震摇六合，如前之动，如雷之发。四时朝觐，锦修陈直，四夷走马，坠镫浅策，交相告语，皇帝神武，解兵修贡，永为蜀国。皇帝一举，群臣设宴，诸侯畏宴，四夷服宴。臣愿陛下寿万千年。惠柔不懂，其实十戒并不是在歌颂朕的伟业，而是在描写他心中所渴望的。他所描述的那番画面，也并不是朕的天下，而是他心中最好天下。官家很喜欢石先生吗？石戒学问精深，为人纯直，朕很是喜欢呢。朕还爱燕先生的通透，范仲淹的坦荡，富弼的忠诚，欧阳修、苏舜钦的文采风流，狂放不羁。但是朕最爱的
还是十戒庆历圣德颂中所描述的君子才子为臣，四夷臣服，百姓和乐的天下。朕少年时夙夜勤奋读书听政，日日在心中期盼的便是亲政之后能给百姓这样的天下。但是朕渐渐明白，朕做不到。朕竭尽全力能给朝堂的只是平衡，而能给百姓的不过平民而已。梁老板，梁老板，您这边请。哎，这小曲应景啊，这是十三台炼银使高姑娘，这两位一位是官家的养子，一位是娘娘的养女，从小一块宫中长大，这不正好就是青梅竹马吗？这是天作之合的好姻缘呐。没错。啊。庄先生，哎，上月差人来查了所有人的户籍之后，老有人在前门后门晃，好在没有影响酒楼的营业。当时知道张先生出资了的缘故，张先生，这是因为那丫头吧？她还好吗？怎的都过了两年，突然啊，张先生，那丫头被救的时候又病又饿，几乎半死才被我们救了回来。您要是查着她没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，只是个可怜之人，就联系她也是一条性命吧。今日官家子娶皇后女，百姓们都挤上街看帝后联姻。先生要没什么其他吩咐的话，元神也去瞧瞧热闹去。先生慢用。帝后联姻。娘子怎么不喝呀？你得多喝点补补身子。婆婆叫我喝汤都愁眉苦脸的，也知道日日喝着药膳实在是难受，难道是怕我逼你替我喝了不成？娘子你可真会说笑，这药膳里头都是什么熬的你知道吗？老山参、瑶柱、干贝，拿活鸡和羊肉吊的多久的，所有的食材都是官家亲赐的，你让我喝你要折我的寿呀啊。哎呀，快乖乖喝啊。哎，这蓝条呀真是不争气，我看官家不怎么喜欢他。你当官家的喜欢那么容易啊？那倒也是，可是
娘子准他进祥仁阁专门侍奉官家也有一年多了，我问他了，官家也确实让他试过情，可毫无动静。那没办法，皇后十多年不也没什么动静？可是啊，现在官家无亲子，十三团练是他唯一的养子，又是在坤宁殿养大的，如今又娶了皇后的养女，这养女还是皇后的亲外甥女，你说这他们还敢谋逆？那倒不至于，可是官家比你大十四岁呢，若是官家在，自会护着我；官家不在，那我留在这儿也没什么用了。朕从小就好你这口亲手做的桂花糖，你手艺最好，别人都比不了。臣妾从八九岁就琢磨这一样，确实是有些心得。今日宗时终于娶了涛涛，臣妾心里一直在想，他俩小时候俩人一处一贯亲密，连回柔都吃味儿，如今竟真的成了夫妻。今日朕都有一阵子恍惚，仿佛是他们小时候，他俩要好，朕斗宗时问他以后要不要娶皇后。宗时小时候那么怕朕，又木讷寡言，那次却立即跪下行礼谢恩。宗时这孩子是我看着长大的，他为人厚道，又心里眼里只有涛涛一人。涛涛真是好福气啊，你嫁给这样的夫君。你放心，你虽没有这个福气，但是咱们的女儿，朕定会给她找一个心里眼里只有她一人的夫君。啊，臣妾不是这个。晚了，歇息吧。慧柔还在坤宁殿。是，她要再晚些才会回来。如今大了，今夜上进啊，常主动去找娘娘请教诗词经书，经常到就寝时分才打着哈欠回来。这孩子的心思真是。慧柔择婿一事，我已将可能人选仔细琢磨过好久了，有一个人在我心中放了很久了。好吧，待十三回宫覆面拜门七里入贺时，我再与你仔细商量是否会入两陪。歇息吧。公主，你整日去跟娘娘讨教那些子曰诗云的，我看娘娘讲得起劲，你却快睡着了。而且官家常常晚膳时分过来怡凤阁，公主在娘娘那边可就错过了陪官家用膳了。就是因为爹爹过来陪姐姐，我才放心去陪娘娘的嘛。啊，爹爹对我说过，最新来和八妹妹先后没了，姐姐和张娘子都很可怜，好在姐姐还有我会好一些，我要替爹爹多开导开导姐姐。后来我看爹爹总是来陪姐姐晚膳，然后总是宿在祥兰阁，可是爹爹总是忘记了娘娘也只有一个人啊。今日是十三哥和高姐姐回宫府面拜门，为何要给我这样的郑重装扮？娘娘还把秋荷给遣来了。公主长成了大姑娘，便不耐烦见秋荷了。小时候可喜欢拉着秋荷簸钱、捡花店玩了。乱说，明明是你自己想要出宫嫁人，不肯在这儿一直陪我跟娘娘玩了。
宫女到了年纪都要出宫的，哪有想着嫁人？秋荷已经是大姑娘了，她自然是要找个好人家生儿育女的。你有朝一日也会出这宫城，与个好男子相守一生的。我才不要离开爹爹娘娘和姐姐，哪有什么男子能有爹爹一半好。这傻孩子，哪有男夫婿跟爹爹比的。或许今日你见了，便盼着出宫城那日了。什么夫婿，我是永远都不会盼着出宫城的。啊，今日这样为我梳妆打扮，该不是便想要替我选驸马吧？臣大理寺监丞国子监执讲司马光见过官家。军使返京，在国子监讲书已经有了段时日，朕这才抽出些空来，召你来与朕谈经论道。你这些年来为师写了不少极有见地的好文章啊，赐座。官家的夸赞，愧不敢当。哎，不要过分谦虚。朕正要与你论这篇《鸡犬论》。阿吉，还不谢过恩人？小人梁怀吉，当年曾为前省送过御赐的琉璃盏，谢前省宽容，恕了小人未能保全御赐之物的大罪。不必谢我，以后做事需更加谨慎。你如今御前世家，更万万不可再粗疏出错。小人谨记前省教导。怀吉其实极细心谨慎，他年纪虽不大，做事却比许多资深高阶内侍更放心。最难得是天资聪慧，又熟读经书史料，善辞赋，还写得一手好字。臣以为患者药物是侍奉天家，自掠食的几个能够内廷所用也就够了，读书一多便难免有所议论，日日伴在官家身边的内侍若议论天下事，就会干扰圣听了。怀吉，你去把朕准备的两幅画、一副新的颜料从福宁殿取了，送去怡凤阁给惠柔。是。这篇文章不过是无聊之作，不值一提。臣位分低微，稍有能重振殿面上的机会，臣有几事想当面进谏。这么打扮起来，乍一看倒真像个大姑娘了。娘子公主，官家让怀吉过来送东西，娘子和公主还在梳妆，她不便进来请安，现在在外间等着，不知娘子和公主还有没有什么吩咐。怎么不早说怀吉来了，他若在旁陪我说会儿话，梳妆打扮也没有这样无聊。怀吉。公主。你好久没有来了。臣前些日才来陪公主画过秋菊啊。十日前，十日还不算久吗？怀吉，十三哥和涛涛姐今日回宫府面拜门，娘娘在后院水榭中见气礼，姐姐和我也要过去，你陪我一起吧。好。刚还说这丫头长大了，还是个没心没肺的小孩子。官家年近不惑而无皇子，张美人依然宠冠后宫，其余嫔御军师已经说了一个多时辰了，觐见了十四条，这十四条每一条在这三年当中被不止一位言官觐见过不止一次，殊无新意。可见这些并非是臣一家之言，群臣忧虑，官家却放之一边，拒不纳谏。臣等
只好一次次反复提及这些书无新意之言。好了，朕知道了。今日是十三回宫拜门之日，皇后在后院接见妻礼，朕晚些时候也要过去，今日便到此吧。臣还有一事要觐见，此事关乎皇后娘娘。皇后？你要弹劾皇后？今天爹爹娘娘大概要给我选夫婿，怀吉，一会儿万一他们选定了谁，你就出去看看，看看他长得什么样子。记忆是深邃的气息，翻涌在每个缝隙里，前往像炎夏的冬里，风一吹就被唤醒。命运是生来就天命，且择秋日回双溪。